这场比赛大谷二刀流登场，第一局投完球后就像平时一样与队友们击掌聊天。但这场比赛与往常不同的是，大谷是被安排在第一棒打击。大谷可能平时第二棒打习惯了，所以他忘记接下来换他打击，很悠闲的与水原聊起了天，看他笑得多开心。接着水原与大谷说，接下来不是换你打击吗？大谷才突然脸色一变，马上冲回去换上装备。当下一局投完球后，脱下装备准备回休息室的大谷，因队友连续安打上垒，很快又要轮到大谷打击。水原又冲了进去，把大谷叫出来。还好许多事情都有水原在旁边提醒。双刀流又打第一棒，真的是忙碌的一天。